心脏部位不舒服，心脏部位不舒服，心脏部位不舒服，有个网度样的东西啊，局部的都不是整体的啊，就像刚才那膝关节上面就透了一个膝关节，没有把另外一个腿也套进去啊，心脏部位也是，拉了一个网度啊，半部拉，拖后腿啊，各行各都，哎，都拖后腿的啊，有些正负五嘛，对吧？啊，我先搓手，搓手了。 一下子把它砍掉了啊，砍掉了啊，砍掉以后就接管，把这些扫过去啊，就扫了一遍啊，扫了一遍，阴身倒夹啊，把另外一些连着的也处理掉了啊，也处理掉了啊，让他们没办法再继续啊，没办法再继续，没办法再继续啊，没办法再继续啊，现在涉及到数字事情啊。 这个数字事情啊，现在麻烦了啊，因为这个是现场的一部分，传唤的一部分，哎，这个话语权的一部分，如果这个没有回来的话，就基本上也就，没完成任务了。所以外星人，这段时间，哎，这种经历啊，就会要把那个集中精力，要么给他那个脑袋里催眠，要洗脑或者脑部叛逆期啊。 或者让他梦见，那托梦给他啊，让他们抽点时间，让他明白这个啊，明白这个啊，不，这是一个集体，不是个个人，整个集体啊，明白了，好，明白了啊，明白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